围的，那你有特别想要拿什么奖吗？其实我就想拿的是那个作曲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写歌嘛，然后在比赛里面就是一直一路这样学习。那我觉得，哎，终于如果可以拿一个最佳作曲奖的话，就是对我写歌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那你是金曲红毯的战袍开始准备了吗？还没。有什么想法吗？还要问这一题？啊，那聊别的。对，没有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战袍就是。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漂亮为主啦。对啊，还是希望就是他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气势，久未出现的气势，就觉得哎哎 ，Lala is back。什么呀？一聊一聊。啊，我就是要既要有气势，但是又要好走，这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吧？对，转身要能够轻盈、亮丽。可人，一直乱讲。那你有觉得这次歌后的入围之后，你觉得谁才是最大的进步？我是觉得最看评审的。这都很厉害，真的要看评审的口味。那你觉得今天有评审的口味？私心最喜欢。因为我觉得像洪佩瑜啊，他真的是终于出来的，就是因为连我都是一直在等他专辑的那其中一个人，所以这次。觉得他就是，他就是真的有一种那种佩瑜 is back， 我真的是乱讲对。然后佩妮也是啊，他也是那么多年没发专辑，也是有一种也是佩妮 back， 佩妮 body 都 back， 所以我都觉得他们就是很像是可以拿奖的。